银幕上放映的是一部叫做《童年游戏》的电影，它讲述的是上世纪70年代西安一个兵工厂家属院里两个孩子成长的故事。在这部电影里呢，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大院里的孩子们如何通过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来寻找着自己的快乐。实际上，如果您是从30年前过来的人，对这些游戏肯定都不陌生。那时候，您也许就是这些游戏的参与者，或者是这些玩具的制作者。转眼之间，我们都过了玩游戏的年龄，即使童心永在，也不可能重新拾起玩具加入到儿童的行列了。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依然记得那些故事，记得那时候我们多么年轻，我们的生活多么简单，思想多么单纯。因为它是70年的一个背景，是我童年的自己一个成长的一个带有某种自传性的一部电影。当然整个这部电影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这部电影中的一些情景细节都是我小时候经历或者我小时候看到的。童晓峰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名教师，也是一名电影导演。2006年，凭借一部《童年游戏》的影片，童晓峰获得了该年度的数字电影百合奖。在今天看来，这部影片获奖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所提供的这些影像，唤醒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一代人的群体记忆。片子中孩子们能打响的枪叫链子枪，有的地方叫火柴枪，它的原理是撞击火药使之爆炸发出声响，这在当时的孩子们中间是很流行的玩具。太响了吧，太响了吧。家住北京凤凰岭的刘书红，现在一有空还为他的孩子们做这种链条枪。刘书红是70年代生人，对这种游戏十分熟悉。你不怕呀？怕什么？我要这个条，我不要那个链子枪。两圈啊？两圈也不够，还得来几圈呢？它断啊？嗯。剪断啊？对啊。为什么？做个撞针，做个扳机，我们就成功了。这个造这个火柴枪啊，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反正就是基本上小孩都会，都不是都会造吧，都玩过。然后呢，比较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吧，他就自己造。而且呢，我发现吧，走遍全中国，都会玩这个火柴枪，都玩过。而且它那个原理制造方法都是一样的，这不知道是谁传播的。链条枪虽然没有太大的杀伤力，但也算是一种模拟性的武器，所以是儿童战争游戏的必备器械。战争游戏也就是打仗游戏，通常是一群孩子按年龄大小、体力的强弱和装备的好坏分成好人和坏蛋两波，人少的时候一波4-5个人，要是人多，每一波就能10多个人。这个位置，这就行了。这个实际上是成功了。70年代的中国的孩子，我想估计每个男孩子都玩过这个东西，把火药装进去。我们上高中的时候，还改造过，用更高的技术手段，改造过一个火柴枪，能把钉子打在教室门上。哇，要真的打响，那咱太幸运了。很响哎，成功了。看见了。那个时候小孩呢，崇拜解放军，崇拜武力的东西，所以枪是孩子心目中非常非常神圣或者有力量的一个武器。当时的孩子们喜欢玩枪，喜欢玩打仗的游戏，人人都想在游戏中扮演英雄，这跟当时孩子们崇拜军人、崇拜英雄分不开，更与当时反复放映的战争题材影片分不开。那时的孩子最爱看81电影制片厂的电影，
以至于一看到八一厂那个金光四射的片头就特别兴奋。别动，这可是真家伙。除了战争这类比较复杂的对抗性游戏外，还有一类游戏也特别受到孩子们的青睐，比如弹玻璃球、扔砖头、拔根等等。这类游戏靠的是技术，比的是智慧。用今天的话说，这种游戏多少有些智力开发的作用。小时候在幼儿园玩那个玻璃球，一休息的时候一帮人蹲地上然后弹，我那时候反正也没几个，然后手小也弹不利索那玩意儿，所以经常输，玩不起嘛，不愿意输，输了就闹心，输的没几个了，人就停一停，自己回去偷摸练一练，然后在那练，不敢跟人家玩。后来玩的时候偶尔站旁边看，觉得那帮人其实弹的也一般，我估计我可能练的差不多了，行，上去试一试，估计今天就得跟他们比一比，我拿下几个。但是毕竟也是小，我往那一蹲基本就开始嘚瑟了，就是怕输嘛，然后一边弹一边嘚，一边弹一边嘚，后来就越输越少，越输越少，最后输到最后一个的时候我起来就哭了，也没人勒我，一帮人蹲地上还玩。然后这时候有个挺好的小朋友颠颠颠跑来说，你咋的了，哭了呢？别哭了，你看刚才那谁送给我一个玻璃球，我一看就我刚才输那个，我就哭嗷嗷，以后我就决定报复他们，以后我不管有多有少，有我就拿火柴给他全烧黑的，就是我输我也不能让你们拿着好。弹球的玩法和规则在全国大致相同，首先是要选择一块相对开阔的平地，然后在平地上挖出几个相隔一定距离的小坑，小坑挖好以后，大家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发球、击球、进洞，偶尔也会有一球进洞或一球击开对手的，这一般就是资深球员了。那个时候孩子中的游戏还有一种是这种竞技性的，但这种竞技呢，它往往是有输赢的，你比如说是打弹球，还有一种拍烟盒，还有一种是叫抓三角，这个孩子在这种游戏中呢，都希望自己能赢，这个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越来越会迷恋，实际上我觉得是多少他是开始比较贪欲。那么就像现在孩子在打游戏中，虽然是虚拟的，但他在增积分，在增自己的那个地位，这个很重要。那么另外一点，我认为呢，在这个游戏中呢，实际上孩子随着他在竞技游戏中自己的能力，他会体现在他在孩子这个群体中个人的一个位置。你会发现往往游戏能力特别强的，特别赢的很厉害的这些孩子，他都是在孩子这个群体中的位置比较高的。虽然这些游戏规则单一，玩法简单，但孩子们对游戏规则的恪守，对游戏结果的计较，都不亚于甚至远胜于成年人做事的严肃与认真。游戏过程中的那份执着与较劲，和游戏结束后的归零心态，都颇具大开大合的大家风范。而胜利者的当仁不让，失败者的心悦诚服，也似乎包含了一种品行训练的意味。这里是朝阳区文化馆老物件收藏房，
这些三十年前的老物件中，很多是当年孩子们最喜爱的游戏玩具。三十年前，孩子们的玩具一般都是手工制作的，制作这些玩具的材料也都来自于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的边角废料。这是一副羊拐，是从羊腿上剔下来的骨头，我们小的时候都用它来做游戏，然后我玩耍。当年就是能获得这样一副羊拐非常不容易，我们就想办法能获得一副竹拐，但是呢当时就能吃到这个猪肉也是非常困难的，就是每当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个竹蹄子，把这个竹裤子儿给剔出来。当年过年，一般人家只能吃到两个猪蹄，而一副猪拐需要四个猪蹄儿，这就需要几个孩子们联合起来才能制作出一副猪拐。过年前嘛，我就给我妈说，我说到时候买了猪蹄儿，那个砍出这猪骨头子来，千万给我留着，那个别给扔了，我们要一块玩的。那个过年的时候吧，那个等吃这个猪骨头子儿的时候，不想到就缺两个猪蹄儿，只能吃出一个来。然后我就那个问我妈，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才一个呀？我妈说，哟，那个应该是那个只有猪前腿儿啊才有这个猪骨头子儿呢，又买错了一个。后来我就非常不高兴，于是呢，我妈就那个看我不高兴的样子，就是到处找，就说问她同事啊什么的，谁家那能有这骨头子儿？就想办法给我悬了一个，然后我们终于凑在一块儿了。但是呢，就是凑在一块儿，也是两个人合在一块儿才能玩这游戏。玩猪拐是女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之一。这个游戏的操作方法可以训练女孩子们手的灵活性。除此以外，丢沙包也是在女孩们中间比较流行的游戏。那个记得当时第一次做手工，就是从他开始学起的。找六块布料拼缝到一块儿，如果想让它软点呢，就放一些那个小米什么的；如果想让它硬一些，就放一些玉米、大豆。那个这个东西既可以用来踢，也可以用来投沙包。再有呢，这个就可以用来那个跳房子用。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的童年，在物质生活上是贫乏的。但他们却用智慧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让童年充满了丰富的色彩。他们游戏在一个与大自然十分亲近的环境里，他们的玩具有时甚至只是一堆泥巴、两块石头、几片树叶。这些在大自然里俯拾即拾的东西给他们带来了快乐，也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种零成本的游戏丰富了一代人的童年生活，也开发了一代人的心智，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成本最低的早期教育。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铁皮玩具成为孩子们瞩目的焦点。这种充满简单机械原理的玩具，对于只接触过手工玩具的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高科技的代名词。在当时，如果谁拥有一件铁皮玩具，那绝对是孩子们中的款爷。这里是一家玩具店，与其他玩具店不同的是，在这里几乎能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流行过的所有的铁皮玩具，原因就是店主对铁皮玩具情有独钟。在小时候第一次接触的东西都会留下特别深印象，像我小时候第一次接触的玩具就是这种铁皮玩具，然后当时这个玩具其实在我印象中是特别奢侈的一个东西，他们因为这个价格非常高，那会儿可能父母一个月挣个三四十块钱，但是这一个玩具差不多得要五六块钱，所以当时家里如果给买的话，差不多一年也不会给我买一件新的，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东西特别奢侈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当时上幼儿园的时候，然后幼儿园里边也一般只有一两件这种玩具，然后都必须是那种特别听话，然后什么学习特别好的孩子才能玩，就像我那会儿就不是那么听话的孩子，所以最后轮到我玩的时候，那个车已经成两半了，等于到我长大了以后开始有能力的时候就拼命的来攒这个玩具，其实也是可能对童年的一个补偿吧，算是。
这种动作单一、操作简单的玩具代表了一个时代。从铁皮玩具时代过来的人们，至今还对铁皮玩具有着特殊的感情。如今他们都已经人到中年，但一旦进入这个色彩缤纷的金属世界，他们的行为就会背叛自己的年龄，回到早已逃离自己的童年。这就是游戏世界的魔力，它总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提醒你，谁也无法永远离开这个世界。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新事物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当我们还在商场的传统玩具柜前徘徊时，一种在游戏理念和方式上都与传统游戏大相径庭的电子游戏机出现了，它给新一代儿童带来了全新的游戏体验。电子游戏一统天下的时候，几乎每家每户的孩子都在做着同一个梦，这就是电子游戏的通关梦。秋雨和金典现在已经是中央美术学院大三的学生了，对儿时玩过的电子游戏依然记忆犹新。小时候玩的那个游戏机，有的时候去我弟家玩，在家整个游戏机，好像小霸王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游戏也不多，好像就两个，也玩不明白那个带手柄什么的，有把枪那个，就打鸭子那个，那个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瞄着玩，没上小学呢还玩，根本打不着也。刚开始打这打不太准，然后后来打一打，发现离得越近打得越准，然后就开始离越离越近，越离越近。然后后来就开始拿那个枪敲那屏幕，我觉得哎，够我个打一个准一个。然后后来我姨就说那不行了，新买的电视。从80年代过来的孩子，几乎每个人都玩过《超级玛丽》《小蜜蜂》《马戏团》这几款经典的电子游戏。这种简单易学的操作方法和紧张刺激的感觉，使很多孩子欲罢不能，甚至有些家长也积极参与进来，和孩子们一起游戏。以前我和我爸特别爱玩那个马戏团，但是那时候小嘛，他玩的比我好，平时老在那指挥我，他就在那喊跳跳，就跟着节奏跳。而哎呀，年龄小，手也不听使唤，说跳就跳呗。一摁，结果啪叽掉地上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玩具产业发展迅猛。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生产国和出口国。目前共有大规模以上的生产企业8000多家，350余万从业人员，产品超过30000种。玩具行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75%以上的玩具产品出自中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各种肤色的孩子手中，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玩具。然而，就在玩具业迅猛发展的时候，另一种全新的游戏出现了，它以更加强势的劲头，在中国的玩家中掀起了一阵旋风。90年代后期，魔兽世界的进入开创了网络游戏的新生命，电脑网络游戏开始步入每个家庭，网络游戏忽如一夜春风来，成了游戏市场的主流。今天，大凡初通电脑的孩子都要在网上和要好的朋友翘课来一场友谊赛，升级、任务、boss 成了孩子们之间谈论的主要话题。现在的游戏在一个虚拟中，虽然它的声画面这种刺激感也很强了，但是呢，那种快感是非常个人、非常孤独的自我的，所以很难使他能够在这种过程中学会一种与他人相处和交流的能力。所以你会看到，尤其90年代以后的孩子，他这种能力越来越弱。一个人的童年是无法重复的，因为岁月一去不复返，那些与童年有关的人和事儿也都在历史的演进中消失了。但对于30年前出生的一代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童年并没有走远。今天，在我们对昨天的历史进行回望的时候，这一代人曾经熟悉的那些游戏和曾经拥有的那颗童心都还历历在目。
这种感觉促使我们反思，也促使我们奋进，它让我们更加有理由珍惜我们的今天，有决心创造我们的未来。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个人的童年是困难的，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童年则更加困难，因为一个人的童年生活比起其他时期的生活来更容易打上时代的烙印，因为没有任何抗拒能力的童年更容易被时代的体温所融化。当然，游戏也许是一种最接近不同时代人的共性的表达，比如对征服欲望的满足，对胜利感、成就感的追求，这些人类的天性都会赤裸裸地表现在儿童的游戏里。但即便如此，不同时代的儿童游戏还是隐含着不同时代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所以，我们今天回顾30年的儿童游戏的变迁，看到的就不仅仅是玩具这种游戏工具的变化，而有了更多时代的社会的信息。看来，游戏并不简单是好玩，也不纯粹是游戏。